们的诗人来不能让他们放出的声音让我们有人间张起心不懂两百感完全把我了完全是我们诗人的express my sense of gratitude to the Ministry of Tourism.
继续的啊加强友好合作关系，继续的一些双方的合作。那么中国文化中心在马来西亚，我们也愿意啊为啊两双方在文化上的合作，特别是在文化遗产或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研究交流。